今天来聊聊穿戴防护衣的方法。首先，确保防护衣前进且符合尺寸。在穿戴之前，检查衣物是否有破损或磨损，确保其完整性。接着穿戴防护衣时要注意顺序。穿戴时先穿上内层衣物，再穿上防护衣，并确保将各部分扣紧。根据需要，可能还需要佩戴手套、面罩和头盔等其他防护装备。在穿戴时确保防护衣和其他装备与身体紧密贴合，以减少可能的污染或伤害。检查有无开口或松动的部分，并及时修复或更换。同时要学会正确的脱下防护衣，脱下时要小心并遵循相应的程序，确保在移除时不触碰到可能被污染的表面，避免交叉感染。最后，妥善保管和清洁防护衣也是关键，在使用后将其妥善存放在前灶清洁的地方，避免污染和损坏。动动你的小手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怪博士会持续推出更优质的影片哟。